不行，预算不够了，先做。我再想想。 还有三位同学在哪里？你们的提案呢？我想要跟你去刨冰，想要见客的身体，我想要并不和我们保持距离。 相信相爱，就像我和我的邻居赛翁一样。爱真的很厉害，当然也会变小孩。如果你们也有期待，加入爱的海洋，我们一起呐喊。爱真的很厉害。 如果你们也有期待，热爱的海洋，我们一起呐喊。多想学河道，多想河道，多想成为科学家，科学家，多想天天放个假。
谢谢谢谢谢谢热情的大家，我们还是要隆重的说一句，祝大家2023新年快乐，心想事成，祝你们越来越美，想要的一定要实现。是的，没错。刚刚呢，我有看到我们现场的观众也在纸飞机上写下了自己的新年愿望，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大家写下的新年愿望是什么吧。好，我们先来看看幕上的。哎，我这个写的是希望明年一家人都健健康康的。嗯，非常的实在。我这个我经常在弹幕当中可以看到，我这有两个，第一个写的是希望可以考研上岸，加油一定会实现的。还有呢，第二个是一个女生写的，她说希望可以和男朋友永远，第二个好甜甜，这怎么是愿望呢？这是必然实现的事情啊。哎，我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哈。这位朋友说希望2023年可以吃到正宗的成都火锅儿，喜欢美食。哎，我觉得这位吃货朋友啊，一定是树梢木上你俩的粉丝，我们社员。哎，没有，就是他们自己。我俩刚刚我写的，来看一下我这个吧。我这个写的是希望永远都可以像今天这样开心。哇，我觉得你有点感动到，开不开心？好的好的，我觉得大家的愿望都很棒，那我也来许一个愿望吧。我觉得应该就像刚刚那首歌唱的那样，在2023年想要的一定要实现，我们让过往的一切都归零吧，开始新的征程。是的，那其实呢，美好的时光总是像烟花一样易逝。那我们2022最美的夜哔哩哔哩晚会呢，到这边就要告一个段落了。但是最后，我们还是要感谢一下我们最最可爱的合作伙伴，上拼多多搜2023零元抽盲盒，有机会免费领取大牌奖品，还有现金红包，人人必得。iPhone 14。AirPods 3，你选哪一个 ？PS 5 Switch， 你选哪一个呢？神仙水、小黑条口红，你又选哪个？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还不快冲吧！哦，冲呀！冲了，冲了！是的，青春如此多娇，养生就选东阿阿胶。新年就要百事可乐，2023把乐带回家。没错，烟花易逝，但是我相信今天留给所有人的感动和回忆一定会沉淀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在晚会的最后，再一次提醒大家，可以通过哔哩哔哩手机 APP 解锁所有的指尖互动节目，刷榜赢取周边好礼，艾薇儿、数码宝贝、霓虹花园、洛天依带你指尖漫游，玩转跨玩。我们这场音乐舞台加互动游戏的晚会马上就要依依不舍地跟大家说再见了。在这里呢，也要感谢全程一直在守护我们的各位观众，还要感谢现场所有的工作人员，你们的努力付出，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在这里收获到快乐、感动，还有勇气、力量，让我们一起向着2023出发吧。是的，今天晚上其实我们收集到了非常多朋友的新年的愿望跟新年的目标。是，我也相信屏幕前的你应该也立下了新年的愿望吧。我觉得现在呢，我们就把一切封存在这里，等到明年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希望到那个时候我们想要的一定要实现。行，那最后最后再许下一个愿望好吧。来，那我们明年一定要再见。那我们就约好了，约好了，约好了，我们明年见。明年再见。上拼多多搜2023，零元盲盒抽 iPhone， 现金红包来就送，干杯2023！青春如此多娇，养生就选东阿阿胶。新年就要百事可乐，2023把乐带回家。
业、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网易新闻客户端、新浪新闻微信视频号对本次晚会的大力支持。神农本草经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祝您百事可乐，祝你每年腾达，祝你欣喜临门，新年就要百事可乐。这里是沙漠，这里也是绿洲，这里世间少有，这里有机更好。这里是特伦苏沙漠有机专属牧场，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伦苏。超多香浓巧克力味道，碰撞酥脆曲奇，超脆超浓郁，超乎想象的美味，美味曲奇趣多多，选择多多，美味多多，祝你新年有趣多多。